台美经贸关系大进程，台美二十一世纪贸易协议首批协定一号在华府美国在台协会总部，由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与 AIT 执行理事蓝英代表双方签署。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、美国副贸易代表以及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森伯格也在场见证。邓正中在签署后表示，台美所签署的贸易协定是从1979年以来台美间最具规模、最全面性的贸易谈判，不仅标志着台美经贸关系历史性的里程碑，也为台湾和主要的贸易国洽签贸易协定迈出了关键一步。经贸办进一步表示，首批协定将增强台湾产业，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经贸投资活动的能力，凸显台湾接轨国际而且具能力执行。高标准的贸易承诺也能增加台湾和其他国家洽签经贸协定的机会。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而至于年度的全球安全论。